欢迎来到异世界，我是圣骑士团第二骑士阿古利亚。很高，异世界的生活可并不简单。为了更好的在异世界，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市政厅。城主大人，选择升级选项，再点击升级按钮。哇，干得漂亮！哦，这是什么声音？似乎是从城外传来的。城主大人，我们赶紧去看看。不好，是叛军！城外，城主大人，我们需要立即返回城市，组织队伍讨伐叛军。首先，让我们点击此处的英雄按钮，再点击编队选项，再点击配置按钮，然后将英雄拖动到指定位置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接下来，好的，不错，来完成最后一个吧。哇哦，太棒了！好了，现在请点击这里的加号按钮，请选择一种士兵，点击确定按钮，干得漂亮！请选择一种士兵，点击确定按钮，非常好！请选择一种士兵，点击确定按钮。好了，士兵们已选。哇哦，太棒了！一切准备就绪，让我们返回主城吧，城主大人。战士们都气势高涨，发现目标，城再点击开始攻击按钮，选择一支要进攻的部队。报告城主大人，选中的部队已经出发，请耐心等待结果。恭喜城主大人，您的胜利已被记录在案。选择一份最近的，如你所见，战报部。好了，现在让我们点城主大人，经过点击返回按钮，部队其中受到轻伤的士兵将会在回城后立即恢复为健康状态，而受到重伤的士兵则需要前往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治疗。城主大人，我们也赶紧，这里就是我们的医院了，是重伤士兵医治的场所，点击此处可以。接下来让我太好了，城主大人，看这边，这城主大人，今可惜的是阿古利亚会一直看好您。ずっとあなた様のそばにいますから。
世界の真相はもう現れ、私たちの希望はすでに降臨した。首先，让我们点击背包按钮，再点击其他按钮，选择英雄卡道，点击使用按钮，点击任意处关闭，选择技能经验道具，点击使用最大数量，点击使用按钮。好了，现在让我们点击英雄按钮，选择英雄卡，点击分解按钮，选择一个技能，再次点击分解按钮，点击确定按钮，获取技能成功。现在。